反了。赶节月，我那些兵都是吃素养孩子的。传令，把四个城门都给我关上，挨家挨户一户户的搜，看他往哪儿跑。走。是。秦相公，这里僻静安全，富贵图找不到咱们，你就安心的在这待着吧。啊，我吃不下也睡不着啊。我知道秦相公惦念着上告的事，放心吧，会有好消息的，你就耐心的等待着吧。我听不到消息，心安不下来。啊，这样吧，我让林福在这陪着你。啊，我明天呢去京城打听打听消息，你看这样好吧？好，那就快去快回。好，啊，这边请。玉秀弟弟，鲲鹏一弟，明天姐姐就要拦驾喊冤，弟此诉状，求老天保佑我忙到成功。小姐，明早就让我去替你拦驾弟状吧。秋菊的心事，小姐应该明白。我三岁丧父，九岁丧母，父母给我留下的只有欠上朝凤家的高利贷。是你的父亲救我出了火坑，把我养大成人。只有在你家，我才知道什么是人间的欢乐，我才苦尽甜来。可是上朝凤还是不肯放过我，非得让我给他做妾来还上他的阎王债。为让我免遭毒手，你和老爷竟让玉秀弟弟去上家学徒替我还债。小姐，你家对秋菊的大恩大德，秋菊刻骨铭心，莫齿难忘，所以这次秋菊甘愿冒此一死，一定把状子递到皇太后的手里。若是她不接状子，我就一头撞死在銮驾前。秋菊，我知道你是一片诚心，可是这銮驾递状是九死一生的事情，弄不好御林军锦衣卫会把你当刺客给杀了的。秋菊愿为二位相公鸣冤，就算是粉身碎骨也心甘情愿。不，秋菊，你一定要活下去。原来我想等这场官司完了，由我主婚，把你嫁给李哥呢。唉，这场冤案牵连的人已太多了，我怎么忍心把你再牵连进去呢？秋菊，地状的事理应由我来办，你就不用再争了。可我也算是孙家的人呐，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，李哥也只能忘怀了。姐姐，你就让我去吧。秋菊，陈氏大哥不是说我们要争取凯旋吗？地保老伯不也说九死还有一生吗？啊，我们这次地状一定能够成功，这样的话玉秀弟弟也可以报仇，鲲鹏也可以平反，你也可以成婚了。秋菊，我们一定要赢，知道吗？好姐姐。秋菊，
啊，到了。哦，好。二位客官，住店啊？啊，不，我们找人。啊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行，好。里边请。都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哦，那我们走吧。哎，好，抓紧点，走吧。哎，等等，走，走吧。您走好。老伯，啊，这边请，请，啊，啊，我该去刑部投递公文了。多谢陈大哥，多谢老伯。那咱们走吧。哎，站住，站住！啊，没带，好，走吧。哎，你，哦，等。好，走吧。哎哎，干什么？老伯，哦，老伯，什么？我们是一起的。是的，让我进去。我们是一起的。对对，你们是一起的。好啊，那走吧。哎，您您您，一个一个来，走吧，一个一个来。回来来不及了。一个一个来。哎，站住！看看，哎呦，老弟宝，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同我喝酒了？这不来了吗？啊，嗯，这两位是？哦，这是我内侄前来京城办事，这是他的书童，因为天色太晚了，无处投宿，在你这里啊住一宿，等我交了班呢，再领他们回家。哎，不妨事，不妨事，只是我这里啊脏了一些，让二位屈尊了。打扰了。啊，今天晚上我当班，我先走了，老弟。哎，喝一杯 啊！不了不了不了、哦，你们先坐。哎，给你添麻烦了。告辞了，老伯。哦，棋牌官行个方便，通禀医生，你是哪个衙门来的？做什么？兄弟是陕西按察院的，来呈报落判公文。天都这时候了，本不该给你引进，看你病病歪歪的样子，我就破了一次。多谢。是，随我来。哎。启禀大人，陕西按察院公差求见。叫他进来吧。是。给大人叩安。哦，免礼。你是从哪里来的公差啊？小人是陕西省按察院的差办。来办什么事情啊？呈报落判公文，请大人过目。嗯。如此人命关天的卷宗，怎么延误了这么些日子才来刑部呈报？啊，你知道不知道延误了呈报卷宗犯的是什么罪？请大人恕罪，小人一路之上风餐露宿，本想早一日来刑部呈报公文，谁知小人在途中偶染痢疾，头重脚轻，连马都骑不得。小人自知延误了呈报日期是犯死罪的，所以才一步步连捆带爬，于今日黄昏到了西直门外。小人若是不知卷宗里的案情重大，
情愿死在途中了事，也不愿到京城受刑部一刀，望大人开恩。嗯，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差办。嗯，好吧，本官暂饶你不死。谢大人。你先去驿馆歇息吧，听候传讯。是。啊，这时间到了，咱们该动身了。好的，您在门口稍候，我们随后就来。哎哎。你们呀，再去睡一会儿吧。老伯，心里有事睡不着，我们不困。那咱们就一面烤白薯，一面再唠唠啊。嗯嗯。老伯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，请您再说说吧。我先前跟你们说的话，你们可全记住了？嗯，记住了。记住了，记住了，我也得再说一遍。你们可千万别嫌我上了岁数爱唠叨啊。这最要紧的是啊，皇太后銮驾一过来，你们可千万别乱往上闯，还得低着头跪着，一抬头啊就有行刺的嫌疑啊，这可是打死勿论啊。等那凤眼前脚一过去，哎，你后脚就赶紧追上去，而且啊边追边喊，我冤枉，我冤枉啊。老伯小声。我这个人一说话调门就高，我小声点啊。你们边追边喊冤，我呢就在后面追你，等你一进护国寺前街，哎，那就是别的地保管辖的地面了。哎，你们要在街这面让人抓住了，那我的命啊可就没了。孩子，这可是节骨眼儿，到时候你们可千万要听我的呀。我听你的。哎。什么？静静了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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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伯。啊，这是。哦，这是弹压地面的马步军，他们禁绝一切过往行人和监察沿街门户，不得随意打开。那后面就是皇太后的銮驾吗？啊，远着呢，待会儿啊是禁街的。老伯，什么叫禁街？啊，禁街啊，就是戒严銮驾所经过的路径，如在途中遇有可疑之人呐、啊，哎，都要将他们格杀勿论呐、啊。哦。哎，孩子，你们看。快过来了！哎，你们快跪下，快跪下！孩子，可千万别抬头啊，一动就没命。皇太后的銮驾过来了吗？这是进阶的，皇太后的凤辇啊，这就快过来了。不许抬头，把头低下。是啊，皇太后，您你有冤呐！你这女子竟敢拦驾，你不怕死吗？皇太后，民女有冤，谁冤不怕死？民女孙玉凤，陕西省宝鸡府凤翔县人，只因家弟孙玉秀被上朝奉害死，义弟秦坤鹏被诬陷通奸杀人治罪，县吏贪污受贿，胡乱判案，不追究杀害我弟弟的凶手上朝奉，还将义弟秦坤鹏屈打成招。
皇太后、宝靖知府也不管，他们也是作弊。陕西总督受贿插手，将我玉帝秦坤鹏判为斩刑。民女为伸张正义，为两个弟弟昭雪冤屈，故不远千里，冒死拦皇太后銮驾，只为状告贪官。皇太后现将诉状呈上，万望皇太后圣裁。皇太后，呈上状子。是。孙玉凤，你拦驾喊冤，犯有不敬之罪。左右，在，把他抓起来。是，抓起来。副大牢。皇太后若能为民女做主，民女就是死了也甘心呐。接过状子。是。皇太后，请为民女伸冤。二娘，走走。走吧。起驾。老着。走走走。民女孙玉凤。老着老着。冤枉。孙玉凤，冤枉！儿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孙玉凤。我记住了，孩子。中，秋菊，你不可能！秋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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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，好妹妹，中，秋菊。皇太后收了我们的状子，秋菊好妹妹，都是我对不起你啊，秋菊，给李哥，秋菊，秋菊。那个孙玉凤
怎么样了？啊，启禀皇太后，遵皇太后遗旨，把他抓了起来，送到刑部大牢治罪去了。她能冒死喊冤，不是一般女子。她受了伤，怪可怜的。你派人把她送进宫内，请御医给她治治伤吧。皇太后真是仁慈，我马上就去办。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你回去传我的话，一定要把孙玉凤的伤治好。遵旨。雨衣怎么样啊？大总管，这姑娘没什么危险，她只是紧张，受了点惊吓，歇息一下，吃点补药就好了。啊、哦，皇太后有旨，一定要把她调养好。放心吧，你们一个跟着雨衣去太医院取药，一个到御膳房给她做点人参汤。是。你要好好伺候这位姑娘。是。哎，请。哦，哎，听说啊，高玉壮那两人原来就住在我们升平客栈，还是两个女扮男装的姑娘呢。哎，请。哦，齐了，真是齐了。这玉壮倒是告成了，可是闯栾家死了一个，伤了一个，死了一个。哎，谁死了？那个叫孙玉凤的姑娘。哎，真是可怜呐。哎，那受伤姑娘呢？那个姑娘真够可怜的，受了伤，叫军卫们抓起来送进刑部大牢里了。不过，这喊冤告状能治个什么罪啊？过两天啊，就给放出来了。这个客房，给他们多留几天，等那个姑娘回来啊。在哪里呀、啊？这是在刑部大牢吗？这不是刑部大牢，而是在皇太后的宫中。皇太后有了新的旨意，让我们好好的伺候您呢。哦，那我要去叩谢皇太后。皇太后去护国寺进香，刚回来，正歇着呢。你要先洗脸，洗了脸呢，吃了药和饭，换了衣服，有了精神，就去叩谢皇太后吧。来伺候姑娘。是。正正正正正。太后。大总管。那个孙玉凤现在怎么样了？启禀太后，御医给她开了药，她醒过来了，吃了药和人参汤，她好多了。这会儿她等着向您谢恩呢。她要是能走，就让她来吧。是，叫孙玉凤。孙玉凤说，陕西总督贪赃枉法，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？启禀皇太后，陕西总督是富贵图啊。此人为官如何？皇太后，听说富贵图自恃功高，
自任陕西总督以来，沉湎酒色，不修正事。他私设赌局，开银号，贩私盐，倒卖从蒙古贩的军马，把所得的赃银分赏妻妾数十人。他还仿造宫廷楼阁，大兴土木之意，百姓可真是怨声载道，民心不安。什么？他还想造宫殿？他想干什么？哎，富贵图还招兵买马，封公储秀，这不明摆着要造反吗？国有此事？皇太后，这事儿可都是锦衣卫探听到的可靠消息。嗯，看来这孙玉凤告的状是告对了。皇太后，我们可以利用孙玉凤这个状子，把富贵图这个心腹大患除掉，也能安定一下民心，皇上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民女孙玉凤拜见皇太后，皇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。孙玉凤，平身，赐座。民女拦驾有罪，本该去刑部做阶下之囚，怎么敢在皇太后面前妄作？民女还是跪着回话吧。你拦驾是为了申冤，何罪之有？如果你状告属实，为民除害，为国除奸，你还有功呢。坐着回话吧。皇太后让你坐着，你就坐吧。皇太后如此厚爱，民女谢坐了。你的伤病好些了吗？民女蒙皇太后抬爱，受御医精心诊治，赐我好药参汤，锦衣绣食。民女的伤病已好，多谢皇太后隆恩。嗯，多好的孩子啊，有胆有识，有礼有节，还口齿伶俐。你的冤情我知道了，我会叫人管管这事儿。你就放心吧。再谢皇太后天恩。嗯。总管在。传刑部侍郎杜汉章来见。遵旨。你去刑部叫杜汉章立即来宫中觐见皇太后。皇太后准状，民女感激万分。民女有一个妹妹，为帮民女申冤，被兵卒打死。民女想去祭奠她。请皇太后准我出宫吧。唉，你那个妹妹也是个好样的，我会叫人厚葬于她，你就放心吧。你先别急着出宫，陪我到御花园走走，跟我说说话，也说说外面的事。等杜汉章来了，把你的官司说了，你再出宫也不迟啊。孙一方，皇太后喜欢你，这是你的福气，没有皇太后的疼爱，你一辈子也进不了宫，见不到皇太后。我看你就陪着皇太后走走，说说外面的新鲜事儿啊。太后如此抬爱民女，民女受宠若惊，敢不从命吗？好，那就好。啊，太后。
没问题，个个熟，保您个个熟，省了您拿回来。啊，请问老伯，玉来客栈怎么走啊？往那边走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不是，您还挑？甭挑了，都捏熟了。我今儿看着，这一惨，我跟你说啊，那一个被当场的活给打死啊！我听说。还有一更胆大的呢，是被一抓满手鲜血啊！原来是这发里藏针，太后没杀他，说是押进了刑部大牢，关上死囚了。你别胡说了，我告诉你啊，皇太后又下旨了，把他接进宫去，叫御医啊给他治伤，给他治伤呢。哟，这么说没死啊？说不定这状子还真告出名堂来。我跟你说，拿命换的不容易。走。哎，你走，慢走，回吧。我跟你说吧，这叫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走吧。我走。臣杜汉章见驾，皇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。平身。谢太后。杜侍郎。陕西省凤翔县出了人命案子的事，你知道吧？臣略知一二。今有民女孙玉凤拦驾喊冤，我已准了状子，命你审理此案，并将审理结果直接呈进内宫来。民女孙玉凤叩见刑部大人。民女状上所言句句是实情，请大人明察，为民女伸冤。啊，请。你不是孙建雄吗？大人，我不是孙建雄，我是孙玉凤。哦，难怪皇太后这样喜欢你。谢杜大人夸奖。其实我也是迫于无奈才冒死拦驾喊冤的。哦，皇太后，我想把孙玉凤带回府里问案。也好。孙玉凤，你去吧。问过案子，我再派人把你接进宫来，陪我说说话。是。你为什么女扮男装，改名叫孙建雄？大人，孙家和尤家都没有男儿，我父亲又年迈体衰，无法进京。我咽不下这口气，就改装艺名进京上告。我女扮男装，只为行动方便，并不是有意欺骗大人。好一个胸怀大志的巾帼英雄。我再来问你，这篇诉状是不是杜崇仁替你写的？大人，小女曾经起誓，至死也不说出诉状出自何人之手，请大人恕我不答之罪。其实你不说，我也知道诉状是出自何人之手。好，我再来问你，杜崇仁微服私访凤翔县，一举破获两案，怎么回来又发生变故了？请大人听民女慢慢说来。站住，干什么的？啊，送公文的。你看，这是我的腰牌。好，走吧。好，走。最后实在是走投无路了，我才贸然进京，斗胆告御状。我明白了。
大人，陕西省总督府。